前播报，新情况早知道。自从华为 Nova 系列发布以来，就一直受到年轻消费群体的追捧。毕竟其潮流时尚的设计与出众的性能体验，给新生代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更个性化的选择。而最新的 Nova 3和 Nova 3i 两款机型，更是吊足了年轻消费者的胃口。现在有最新消息曝光，华为 Nova 3i 星际将首发麒麟710处理器，该处理器采用12纳米制程工艺，支持 AI 运算能力。相对于祖传的麒麟659处理器，麒麟710在 CPU 性能上提升了2倍 ，GPU 性能上提升了2.26倍，在安兔兔跑分更是高达130,000。当然，华为最新的黑科技 GPU Turbo 技术也不会缺席。在其他配置方面，拥有4GB+128GB、6GB+64GB 两种存储组合可选，配备前置2400万+200万像素双摄像头，后置1600万+200万像素双摄像头，并采用2.5D 玻璃渐变设计，电池容量为3340毫安时，将会有蓝、银、紫、相思红、亮黑色、珍珠白四种配色可选。不出意外，会有高低配两个版本。具体售价的话，只能等到7月18日发布会上揭晓。